在这一关呢、啊，手册的部分呢、啊，在一开始的地方往下冲，在这个地方，那因为我已经拿走了，所以不能拿了。那第二本野战手册啊，从一开始的地方往下走。右边的方向直走，通过这个火炮阵地，然后前方个小屋，在旁边这里，那另外一本野战手册呢，在这个大型教堂这里。哇，外面炮火连天，赶快躲起来。进来的左手边，这里。那第四本野战手册呢？从这个教堂出去，绕过这个地方。他会在前面那个房子里面。那如果你回去任务那边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再进来了。在这里，那最后一本野战手册呢，在这个基地这边，往前跑。一个破掉房屋的屋子，在他的旁边哦，记得要拿。